今日小人啊！今日星期一，點解好似星期五咁樣嘅咧？係啊，咁點解咧？就係唔係阿譚神一早就請咗假嘅，佢唔係驚咗清姐，總之一早有事請咗假，跟住阿老爺無啦啦話病咗，嚇喉嚨好痛咁樣。哇！好在今日冇揾清姐嚟咧，唔係我大鑊啊！啊，咁啊，遲下我揾禮拜一約清姐，得閒我哋揾日咧約阿清姐嚟禮拜一。跟住咧，我同羅尚佩咧就即刻就扮高價，係咪啊？就造就機會俾譚神。唐哥你都可以做埋價，我都報埋價啦，係啦，即係譚神夾清姐咁樣啦，都好喎，係嘛？嗱，咁今日結果個組合就我洪大師啦，係啦，即係禮拜五啦。咁啊，睇翻今日個市 OK 嘅，都非常唔錯啦，大佬。朝早系咁依略為跌啲多咋，跟住就已經咬腰係上翻啊，到 V 咁樣升翻，仲要咧衝埋上去19,100點樓上啊！哇，而家都似近低 high 收啊，升成145。當然啦，即係上到萬九咧，其實我上個禮拜五咧，前已經話意料之內噶啦，嚇，因為馮同學咧。好似话要加码7500啊？点解咧？加码7500啊嘛！佢系咪真系储大把钱使咧？佢系为大家大盘福利呢啲啊，咁啊再沽7500，嗱，呢个未知沽咗未啊？佢买7500加住嘅。即係佢表面講加住，佢暗砍會買期指嘅咧，其實都唔會，佢應該未到咁高層次，係啦嚇嚇，真係夾到死嘅喎！如果係咁樣嘅話，啊，今日個情況好啊，好在係咩咧？係第一成交繼續夠啦，第二就係咧嗱，我哋上個禮拜喺行運炒咩咧？就係炒嗰個傳聞啦嚇，就係話哇喺嗰啲咩股息税啊，係咪有得減啊？個個就係炒曬啲中特股，個好現象就係哦。中特股今日好似冇聲氣喎，咁咪唞氣啦。咁就到我即係一如所料喎，即係我哋上個禮拜五都咁講，又到翻到科技股咯。點解就因為業績期啦嘛？咁梗係炒業績㗎啦，係咪先嚇？嗰啲中特股股息税嗰啲你慢慢煲啦。其實嗰啲咧根本第一都唔知堅定流，係傳聞嚟嘅啫。第二就算係，其實個影響亦都唔大，因為真係筆水唔會係咁。咁維修式係坐喺度等噶嘛？冇錯啊，冇錯啊。同埋我覺得即係我仍然都覺得係個意義大於一切啦。重申就係話中央似乎係想眷顧香港多啲資金嚟到買港股嚇，呢個係一個即係大方向，我自己覺得係咁樣。所以呢個係漫長啲嘅嘢嚟嘅，就唔係話哇一下就去冇咁想買啦咁樣樣。你其實衝得太高咧，我仲驚。咁不如就唞下氣，我哋實實質質就睇下邊啲業績應該係幾好嘅，咁我去試啦。嗱，阿里巴巴好明顯係喺幾隻嘅大嘅科技股當中，佢都仲係低水啊嘛。咁所以咪炒上咯。阿湯哥，你話眷顧香港咧，中央眷顧香港股市咧？或多或少啦，其實我就覺得一位神功二位弟子嘅啫，嚇你始終咧佢係會造活香港嘅股市，但係造活之前其實你諗翻轉頭啊，呢幾年令香港死嘅股市死嘅係咩原因？嗯，咪就係監管風暴開始咯，反壟斷啊嗰啲咯。咁其實嚟講咧就話，當儲咗幾年做死咗香港股市嘅時間再做好。其實基本上亦都是意料所及的，因為你做了下來之後在低位誰買了就是中資咯，其實很簡單的整個道理，不要說太過被很多其他的周邊的因素影響到你的思維，很簡單就是做它下來的，其實這幾年真的是做它下來的，做它下來做什麼？在低位買咯，低位買了的，那當然是一位神功二位弟子為了救香港又好啦，大條道理，定係為了自己的荷包要賺錢的，咁咪做咯，做上。咁你又講得啱喎，即係當初係嘛？你話救香港，而家諗下救香港，佢之前邊個搞殘咗落去？邊個搞殘啊？香港都係政策，都係政策啫嘛。即係其實有陣時真係抽離少少，唔好太多政治立場行先，唔好太多睇法，咁你總之你平日睇翻成個局，
就係啦，30000点，2021年監管風暴打到殘，打到落萬八，邊個到啊？邊個做啊？啊，咁而家喺低位出政策啦，啊，點解一路都唔出政策夠啊？係要去到殘到啊14000几啊，做完啦，做咗兩個底啦，跟住而家先出政策。嗯，都係啊，仲要等之前等啲外資走曬、敗走曬啊，咁樣樣啊，放棄港股嘅時候。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外資走曬，走曬就即係清曬嚇，啊咁啊。另外咧就係話喺而家呢個環境，其實你再睇翻轉頭啊，好多嘢啊，我哋之前擔心嘅中國經濟啊、通縮啊、諸如此類嘅嘢，其實你而家見啲數字上慢慢，咦，又好似好翻喎。同埋起碼之前幾年嗰啲監管政策咧，勒緊啊，共冇冇咗，聽到冇咗喎，冇曬喎，已經嚇。咁當然啦，當其時呢個過程裏邊，美國亦都經常地又話有制裁啊，有成啊，其實無日無之噶，嚇冇停過噶喎。而家都有啦，係啊，而家再加喎，但係點解而家再加個影響力又唔大咧？之前加就影響力大咧，因為之前係高位啊嘛，加咪變咗有空間跌咯。但係而家你跌夠啦嘛，嚇咁你再加咩制裁有鬼用啊？冇用噶。啊，真係喎！你話個制裁咧個反應真係唔係話咁大喎。完全冇噶。嗱，你週末去講啦。佢出咗話拜登。直情係諗住草擬係，即係有啲商品都幾多啊嚇，徵收嘅關税係加1倍至3倍喎。今日你咪識冇問佢真係冇理，你見到嗰啲係包括咩電動車啊、電池啊、太陽能電池啊、鋼啊。留意下嗰啲嚟嘅喎嚇，你見到係咪有事咧？唔覺得有啲咩問題喎？點解啊？點解而家制裁冇事，之前制裁有事啊？因為之前制裁高位嘛，20000几、30000点啊，而家制裁喺20000点留下啊嘛，咪冇事咯。嗯，仲有一樣嘢係冇事嘅。今朝落一落咧，我都以為可能呢個數字有事咧。就係嗰個社融啊、新增貸款啊，咁喺禮拜日出噶嘛，咁啊確係差嘅。新增貸款執過7300亿，重點係社會融資總量個增量竟然係收縮嘅萎縮。嗱，呢個真係好少見過。你講開幾時見過咧？數翻啊，有啲媒體講已經係2005年，都之後都一路咧嗰個社融都係咧擴張嘅。咁跟住大家話：哇，喺點解突然間？即係四月嚇呢、這個月份咁差嘅咧咁樣，咁又話咧就係嗰個國債嘅發行咧係真係少咗好多，不過其實就係有供有求就必有供啦，咁都係應該就係嗰啲企業嘅借貸嗰個需求都仲係比較弱少少，嚇咁呢個係令到大家係打咗一個突嘅，同埋 M1、M2嗰個增速咧。都係差，甚至 M1 係跌添。係嚇M1跌，佢話嚇M1喎，即係你跟住諗諗，我都係諗唔明嘅嚇，點解會跌咗1.4？點解會跌咧？真係係咯，點解會跌咧？嚇嗱，M1就係主要係啲 current account 啊嚇，即係流動啲嘅流動性啦，同埋啲 cash 啊嗰啲。係啦，M2就包埋嗰個定期存款，其實定期存款嗰個增速都係低啊。7.2% 咁樣，咁你嗰個剪刀差都擴闊咗啊！嚇，即係所謂嘅剪刀差。我覺得咧，如果咁睇啊嚇，中央應該要做多啲嘢放水啦，令到呢個數字真係要做翻好啲，即係個貸款起碼有先。個個仲係躺平的話咧，咁我又覺得對於要做到個 GDP 5% 以上係有難度咯。跟住咧，嗱好難講，因為咧好多人都成日懷疑 GDP 5.3% 係有冇做數啊，有冇成啦。咁你要記住一樣嘢，我哋要明白 GDP 嘅組成究竟係咩咧？就是 C+I+G+X+M， 即係話內部消費加投資加政府開支，再加出入口嘅嚇。嗱，最大嘅問題咧，而家影響中國 GDP 最大咧係咩咧？係內需。而內需嘅情況咧，即係
啲人使錢啦，咁樣你又要睇下啦，究竟係因為借貸消費而谷高嘅內需啊，定係其實真係啲內需係靠儲蓄可以使嘅咧？咁所以即係其實個 GDP 你話高，我覺得又係正常喎，因為你從春節從五一你睇到內地嘅消費力，內地嘅旅遊其實真係膨脹嘅喎。都是的，即是它的消費上都可以承托住個 GDP 的，不過 investment 嗰度咧係確係需要加把勁啊！我又覺得嗱，當然啦，企業層面啊，如果喺 investment 嗰度咧再勁啲咧，個 GDP 係唔止5.3噶啦。係啊，即係而家我覺得可能大家係做生意嗰班咧，就仲係好審慎嚇，即係喂即係。不知道之後嗰、那個話，我個擴張營業啊，加大自己啲基建投資啊，嚇買多啲生產線啊，即係我覺得佢哋仲係似係好審慎啊。係。咁呢度要睇清楚嚇、啊，即係去到五月份會唔會會有翻個改善咧？咁樣樣好緊要噶，我都覺得係。緊要嘅，但係咧就。要時間慢慢睇下點樣改，因為始終咧，我哋睇數據唔可以話就咁睇一個月或者好定唔好咁樣，而係睇個 trend。個 trend 第一，如果有改善嘅話，即係譬如話下個月比起今個月嘅數字真係再好嘅話咧，咁我哋對個前景嘅睇法咧就會更加樂觀咯。所以我見阿爺都已經之前嚇，譬如喺兩會之後都話要。快一萬億超長嘅特別國債啦，咁、而最新都話咧，禮拜五開始就會起手啟動呢一個發超長年期國債嗰個機制啦。哇，嗰度講好長啊，所謂20年、30年、50年期嘅國債嘅，咁希望其實真係發放多啲水啊。咁大家就睇下會唔會對，我唔知啦嚇。經濟甚至個資本市場會做翻好啲，咁因為你見到 A 股係今日又立翻啲嘅，係反而係我哋自己唔理嘅嚇。點解咧？我哋唔理 A 股都照起。我覺得我覺得係北向嘅錢都會流緊落嚟，跟住外資又覺得喂都仲係好低水嚇，即係你接近十倍嘅 forward PE 都仲係。仲係一個非常之平嘅。其實亦都可以印證到咧，外資嘅參與度咧係高嘅。係啊，因為睇到成交。係啊，你睇第一，你睇北水，如果個投資環境唔係咁好嘅時間咧，其實北水亦都對港股，你估真係情有獨鍾咩？係咪？都有少少阻滯啦。係。咁你而家你會睇到成個月啦，枕住。千二億、千三億、千五億，今日幾多？千七啊！1472啊！一都千五啦，千五咁滯啦，係咯。其實呢個成交係好大噶，等於真係喺高位嘅時間3-4千億成交噶啦。係啊，都係啊。因為股價低曬嘛，係啊。咁所以其實你話係咪大咧？係大嘅。咁點解持續咁長時間都大咧？咪因為外資入咯，變成真係似資金市咯、我自己覺得，由於似資金市個 momentum 好咧，咁我覺得你話純粹睇位咧，嗱有一個裂口可以睇一睇嘅，就係咧舊年八月20300，未到19600，係19300先，係19300嗰下就舊年8月14日有一個裂口落完之後咧。就哇，係咁反覆向下，咁嗰個位置我覺得點都補埋噶啦，起碼194先啦，我諗。係啊，咁都係嗰句啦。如果量度幅度嘅成個大型頭肩底破頸線17200上去嘅幅度就應該19600。嗱、即係嗰三幾百點唔好執著嚇、即係大約約略數啦。但係如果以我睇呢次嘅勢頭啦，有少少加咗主觀嘅感覺咧，同埋加埋市場大部分人嘅心態啊，成啊，似乎仲有好多淡友咧就死唔斷氣。係咪啊？你都覺得？我覺得係啊，同埋好多就算啊轉好都好啦，都個心咧其實都有少少淡嘅情況嘅，因為升得多。咁如果加埋呢個因素嘅話咧，其實隨時上20000都唔奇嘅。上完20000之後咧，要再睇啦。係，冇錯嚇。咁呢度望一望啦。所以你話上個禮拜炒，今日調嗰啲咧，
我都覺得仲係似係唞氣啦。你例如388嗰啲，唔好甩咗佢嚇，繼續要望住啊咁樣樣嘅。好啦，咁到業績啦嚇，今日其實咧連只美團咧係都一俾只阿里同埋只騰訊拉翻高啊嚇。本來美團今朝都落嘅，咁但係佢都扯高咗3%。咁啊，當然啦，我就覺得如果你話論直播率咧，我覺得就阿里嘅，阿里最底，最底嘅，真係最底嘅。即係如果佢個業績之後個市場反應係大嘅話咧，佢個升幅應該係再勁好多嘅。其實我哋上兩個禮拜喺呢波類節目都成日講啦，阿里落最落後嘅一線咧，只係得兩隻啫，就阿里同埋百度。百度咯，係啦，冇錯。咁啊，當然啦，阿里咧就。我覺得個機會係大嘅，因為始終你睇翻咧佢嘅業績啦，以而家個客觀環境，內地嘅消費能力，其實預咗阿里嘅業績應該唔會差到去邊嘅。嗯，冇錯，冇錯。係啦，爭在就係出完之後點樣演繹啫。嗯。啊，咁嗱，我記得咧。對上兩次嘅業績咧，阿里出完之後都唔係好嘅，都抌落去嘅。有一次又話馬雲沽貨啊，跟住上次咧又話，哎呀咩擲馬嗰啲，拆唔到啊咁樣啦，啊咁而家呢次會唔會係拆到咧？我正想咁樣講，嗱，今次唔同之前個市況喎，嚇，今次個市況好咗好多喎，好咗好多啦。咁應該能夠造就到佢個企隻下旗下嘅本來想拆出嚟嘅，有機會拆出嚟，因為之前蔡崇信都已經講過就話。看時機啫嘛，啊，時機好嘅，我哋係絕對唔會放棄分拆。其實佢冇話過唔分拆啦，佢真係係睇時機。咁你睇翻就係話，對上一次即係上一季嘅情況，其實真係個市況14000多點、15000點，咁你點係一個好嘅時機上市？點樣俾個高估值你啊？係咪先？咁你停暫停係好正常嘅喎。係，咁但係今次就可能轉通咯，你可以搏呢樣嘢啊。同埋今次咧，即係港交所亦都透露咗嚇，好多 IPO 排住隊啊嘛，指日可待啊嘛，係咪先？講到咁。佢咁樣講嗱，我自己覺得佢唔係誇張嘅，應該照計佢係真係有好多嚇 IPO 嘅申請飛埋嚟咧，佢先至會咁樣講嘅嚇，所以我覺得係可以期待嘅嚇。咁就睇下阿里巴巴旗下嗰啲嚇，譬如菜鳥啊、盒馬等等，有冇機會真係話啊，俾到少少個 timeline 你幾時會上？咁咪爆咯！咁同埋咧，百度就落後啊！百度禮拜三啊，亦都咧開始見真章啦，就係話 ChatGPT 嗰個民心一言，民心一言究竟會唔會做到有對盈利有幫助咧？咁啊要睇啦嚇。如果可以做到嘅咧，咁當然對股價就一定係好利好。其實民心一言佢已經好多 apply 咗唔同嘅應用場景嗰度㗎啦嚇。咁其實就係睇下佢係 show time 啊嚇，點樣樣去話俾大家聽，佢真係開始有埋一啲嘅盈利能力啊咁樣樣。咁我覺得。連 Tesla 想進軍呢、這個中國嘅自動駕駛都要馬住百度地圖，我覺得佢可以再喺呢一方面講多少少，咁睇下有冇呢個機會，因為百度都殘咗好耐啦。咁當然啦，即係講多講少就影響股價嘅表現啦。嗯、究竟係咪時候開始講多啲咧？啊，定係？都唔係要褪多一下先至講咧，咁嗱呢個我哋又唔知啊，博嘅咋，都係博嘅啫，你都係唔係買正股噶啦，你都係買輪啦，係啊，都應該係買輪嘅啫嚇。咁你話3690嗰啲，簡直係穩步上揚啦嚇，你就博住嘅消費，騰訊都係啊，都係一樣。係啊，其實我覺得咧呢類嘅平台經濟咧，你就你久唔久都要睇嘅，真係。譬如話你美團呢一啲，你而家炒緊喺個風氣係咩先？就係個消費能力，大家開始翻翻嚟啊嘛，嚇！即係節慶假期又係嚇，咁美團呢一啲你係唔可以甩嘅，佢嗰啲酒店、到店、外賣平台嗰啲，你絕對唔可以甩啦。我自己覺得就係，因為你。
喺香你呢度可以炒緊國內嘅消費概念，咁你嚟到香港，你而家講緊又話好似自由行啊嘛，多咗八個城市，就可以嚟港澳旅遊啦咁樣樣。咁你其實相關啲旅遊股啊，甚至乎而家我哋連今日嘅178都抽啦，好鬼誇張。冇辦法啦，178嗰啲就另計啦。係啊，即係你睇翻好似當年炒自由行概念咁樣，都幾得意嘅，我自己覺得。不過睇下你自己。想不想这样炒啦，我就觉得不过但破晒顶㗎啦，譬如你腾讯咁样已经见300㗎啦，听日出业绩㗎啦。嗱，腾讯係呀，听日啦，因为后日假期嘛，係呀，以往就不嬲礼拜三出嘅。嗯，腾讯嘅业绩呢又係好易睇嘅啫。第一就你预佢嘅游戏呢就唔会有太大惊喜，只要冇惊吓就得㗎啦。第二呢就係话又係睇返而家嗰个消费呀、情况啦。咁你就估計微信支付嗰個金融科技嗰個業務會唔會繼續高增長？如果繼續可以做到高增長咧，咁就係唔錯嘅表現噶啦。因為呢個估值嚟講，亦都唔算太貴啦。仲有佢個廣告，係啦，廣告收入亦都係今次第一季應該唔差嘅嚇，真應該誒做翻。應該係啦，因為你已經過咗疫情嘅好多嘢嘅封鎖之後嘅差唔多成年啦嚇。冇錯。咁所以。即係其實騰訊，我又覺得又係唔使太過淡嘅，真係。我睇好廣告啊，即係嗰啲短視頻啊嗰啲，睇下會唔會翻翻嚟啦。咁所以咧，佢嗱食粥食飯就靠睇下金鋪咧會唔會做翻一個高增長啊嚇。係啊，有機會話即係我見到啲預測啊。Bloomberg 的綜合咧，佢經調整的利潤咧，應該同比能夠增長到32%噶。係啊。如果做嗰啲個咁高嘅增長咧？咁我覺得就會值，佢個 P E 就照計就可以拉翻低啊！即係如果你話用 long gap 條數就係另計啊，核心業務。如果非 long gap 咧，應該就 O K 嘅。點解咧？因為佢回購好多。嗱，如果回購唔係註銷嘅話咧，就變咗係投資咧。咁你諗下，騰訊而家升值有幾多？係喎、哦。係咪先？同埋佢嘅佢揸其他嗰啲嘅科技股、中概股升跌咗幾多？係喎，係喎，咁你條數根本就唔會差噶，係咯。諗喂，咦？呢個係咪先？呢個係 work 喎，嘢嚟喎，又翻翻轉頭嘅啫嘛。呢啲咪物極必反咯。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喂。出面數好，跟住一抽上去嘅，你走唔走就另計啦。係、你自己食股嘅嘢，你自己決定啦。老實實。咁同埋咧，就係話，亦都係要留意住啦。究竟呢一次嘅業績公布之後，會唔會講關於 AI 嘅嘢啦？這個咧亦都係附加嘅。如果而家講咧，咁就又係爆嘅。好易啫嘛，佢話佢嗰啲小程序裡面加入 AI。係啊。因為而家其實咧，國內嘅 AI 嘅科技股平台咧，最主要就係兩個，一個就係騰訊，另外一個就係阿里巴巴。係啦，所以如果佢再透露埋 AI 嘅發展咧，咁就應該就爆啦。生一個語言大模型出嚟，係啦，得了。咁如果未講嘅，咪等下一次咯。不過當然即係衝咗上去㗎嚇，兩隻都衝咗上去，等業績嘅，你就自己去。去衡量啦，即系其实又系嘅，喺呢啲环境冲咗上去啦，出业绩又搏下嘅时间，其实理论上最好就系梗系用衍生工具嘅，用涡轮嘅，因为本少啊嘛。同埋你系咪都会走输同埋赢？系啊，我都会一系食股，一系就会止蚀啦。你如果咧大家揸住正股，你唔舍得止蚀嘅，系啊，可能咧，唉，咁个势咁好啊。我點知嘅啫，係咪先？係啊，一路調翻落去，點算咧嚇？同埋其實即係都係有一個問題嘅，佢升到咁高，你又會諗諗啊，哎呀，你又會唔記得咗南非大股東可能一嘢抌貨嘅喎嚇。咁嗰日你就蝕著咗啦，唔係話佢會自此會回，咁佢點多唔佢咁多貨唔多唔少，同埋都會引到佢沽發沽緊啲。南非股東咧唔同孫正義係等錢使，係啊。南非股東咧其實就唔係等錢使嘅，啱啊。咁所以咧可以浪高少少價嘅，即係其實我之前一路諗咧就係大約估計都應該400-405嗰陣時先至開始沽嘅，所以而家你去到三百七、三百八咧，其實可能真係。
短線博多廿蚊㗎，係啊，跟住400多蚊咧就引到佢沽㗎啦。會啊會，我覺得佢點都會褪咁，唔係咁樣都唔褪咁啲啊。佢咁多貨係咪先？佢又佢話會褪啲貨，攞翻啲錢，佢自己南非嗰邊回購啊嘛，佢要救下佢嗰邊嗰啲股價㗎嘛，係咪先？咁呢個動作唔會停㗎嘛。咁所以呢度你又要鏡住咁樣樣咯嚇。百度咧就會禮拜三、啊、美國時間就會公布業績嘅，咁你自己可以啊，京東啊，京東都係會公布業績，京東係做靚咗㗎，京東都係低水，京東又係靚㗎，又係靚，係啊，都係低水，佢都係今個禮拜會出業績，而今日係略為破位㗎，嚇、啊，京東當然之前就比拼多多嗰啲就打到即競爭好激烈啦，嚇、啊、又需要燒錢啊咁樣樣啦。但係其實你睇翻對上嘅業績，其實個影響性又未係靚添啦。係啊，真係唔係咁大。直情係救翻佢股價嚇、啊，就係話佢原來佢燒錢得嚟，佢個執行能力都幾強。係啊，佢冇影響佢個毛利。嚇、啊，咁所以咧好多過去嗰大半年咧，好多人就睇啦，就係用拼多多嘅股價同京東的股價來到去判斷他們究竟的競爭孰優孰劣，誰贏誰勝，其實這個沒有意思的，股價升是因為做得漂亮而已、啊、股價跌是因為想收貨而已，其實真的沒有意思的，是市場反應來的，你用股價來到去估計究竟贏還是輸，浪費了。所以京東的直播率是挺高的、啊、我自己覺得看看它出完的業績，如果都還是好像對上一季那樣做得沒有問題的話，其實如果你講大消費概念的東西，你應該都要看埋京東、啊、還有京東最新跟小米呢就已經簽了一個戰略合作的協議、啊、那就說呢會幫小米 sell 它的產品，三年它那個銷售額它有個目標的2000億，三年2000億，咁就乜都 sell 啊！系啊，小米嘅手機啦，小米啲產品亦都平靚正喎。係啊，我不嬲都係咁講。喂，我想問下咧，係咪嗰個機械人喺邊度買啊？掃拖機械人咧，係啊，真係完全係相逢係嘛？我想做啊！我話俾你聽，個型號真係超掂，係嘛？係啊，我一出門口，即係我總之全家出曬門口，我就會撳個 apps。咁佢就或者教時間，佢就會自己工作噶啦，係嘛？係啊，總之就乾淨過你自己拖地啦，同埋吸塵啦。因為我拖嘅，係咪？我拖掃地求其啫嘛，亦都乾淨過以前工人拖地咯。好好，我自己覺得好好啦。咁當然佢個概念都係話要 AI 融入屋企啊嘛，所以所有嘢都係用電話、手機，你個 Apps 就已經即係 order 佢做嘢嚇 ，order 個電飯煲煮飯。order 佢啲嚇，總之產品著啊點樣樣都得㗎啦，已經係啊，好好啊，試下先，最緊要係咩平啊嘛，係啊，即係性價比冇得輸。喂，大佬啊，你Tyson嗰啲下下幾千蚊一部，係啊，但你其實真係唔係靚喎。我都話咯，你用咗小米，你就會覺得Tyson呢啲好鬼垃圾咯，真係垃圾。當然啊，教主又唔同意啦，但我真係覺得佢未愛。佢未愛得嚟，佢又要，但係個問題係真係、哦，你可以解放雙手同你揸住個咁重嘅，你自覺得佢吸力強勁，係咯，係好兩回事嚟噶嘛，我覺得嚇。係呢、這個禮拜走去買翻個先。要啦，我推介咗俾好多朋親朋戚友，都係讚口不絕，同埋都係話相逢很晚，係咪？係啊，所以我陣間會咧買粒糖贏 coupon 咧，我都係揀翻小米牛。好啦，我哋不如唞唞先，轉頭翻嚟買粒糖贏 coupon。免責聲明。Record Finance 竭力提供准确资讯，为不保证绝对无误，资讯如有错漏而令阁下蒙受损失，不论公司是否与侵权行为、订立契约或其他方面有关，本公司概不负责。同时 ，Record Finance 所提供之投资分析技巧与建议，只可作为参考之用，并不构成邀约、招揽、邀请、诱使任何不论种类或形式之申述或订立任何建议及推荐。读者务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自行作出投资决定，如因相关建议招致损失，概与 Record Finance 主持、嘉宾、编辑及记者无关。同时 ，Record Finance 所有节目或资讯相关内容属作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 Record Finance 立场。